İşçi. Aşi, bu yun tansin. İçe de huy hınkal da.嘉玲，皮皮，喏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哇，谢谢啊！赶快放起来吧，别让阿姨看见了。啊。你刚刚进来的时候碰到我妈了吧？啊，刚刚跟阿姨在门口聊了一会儿。这次的事，谢谢你啊。没有了。其实我觉得，我帮你挡了那一刀，自己超帅的。你感觉身体怎么样啊？是好一点了，但是医院告诉我说，除了刀伤，他们也不确定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。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我好像记得，那天我来过医院，但是你的朋友没有把我抬出去了，送到了荷兰先生家，是这样吧？你全都记得？所以说是荷兰先生治好了我，对吗？嗯。他现在还好吧？没什么事儿。那你替我谢谢他，还有你的朋友们。嗯，这件事儿，你有跟别人说吗？你放心吧，我谁都没说，连我妈都没说。谢谢。甜心。他看过你吗？你住院的事，我让小菊告诉他了。可能是他怕看到了尴尬吧。就算真的见了面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那你们两个回国以后没再见过？没有见过了。你们两个到底为什么分手啊？可能还是因为不合适吧。记得我们分手那天，你跟我说过的话吗？你说我们两个不是因为不合适才分手的，是因为你知道什么更适合你。现在你又说你们两个不合适，你想过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吗？